真正嘅内容其实咧，佢就一 shot 过就由我完全冇表情啦，到到喊崩溃，就后尾发觉原来我喊嘅原因只系因为我切洋葱，其实就会令到啲观众就喺度谂，究竟我真正喊嘅原因系我切洋葱令到我喊，定系还是切洋葱只系一个辅助嘅原因令到我喊，而背后我有一啲更深层嘅意思呢？好在就是上个礼拜老师就教了我怎样去喊，其实有个技巧的就是望住个镜头完全不眨眼，希望我等阵不会紧张得滞然后喊不出来。我现在都在重整我的情绪，尽量都是平静啦，没错。其实真的很 excited 的，有很兴奋的，因为是我第一次拍摄。如果香港我多数会做一些很多东西说，或者很死八婆的角色，但是我竟然来到我就会成日比较觉得别人觉得我很多愁善感，成日很不开心啊，可能我的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开心啦。其实我应该现在又要开始哭了，就我现在是准备的情绪，我在那里我究竟喊着还是笑着，我觉得我笑着加喊着。希望等阵拍摄顺利，希望等阵拍摄顺利，希望等阵拍摄顺利。这些不是叫壮举呢？第一次来拍摄来到荒郊野岭都没有厕所，就唯有在树丛那里解决了。不知道其实香港是不是都一样的呢？我的肥料。Short speed. Down to 12 so that we have the best.